有情的，这不是大心的菩萨是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。你用微识讲，用四教的藏通别人讲，那种开阔的，咱不计涉及特广啊，涉及特广啊，大家就思想恐的话就不集中了。发心有几种现象，或者供养一切众生，在堂打斋供众啊，一切僧宝供养一些僧宝，那这是一种，或者向人家学习怎么样发心。供养三宝可以做两种解散啊，一种是财物，平常打斋供众啊，或者像人家打补佛呀，弄解缘钱呢，这个都是咱们出家二众有时候很困难的。应当怎么样呢？应当做义供养。义供养就是学习普贤菩萨大愿，要法供养。法供养就是你的义了。义供养就是你的静坐或者诵经或者拜忏，或者乃至于你要是念经了要修法了，先要供养啊，先要礼敬啊，那就用义供观想供，解供养手印，解供养手印，那叫法供养。法供养是礼，咱们供养的花啊，供养水果，这叫事，把礼事无奈合成的供养，或者纯礼，没有钱财，没有物质，用心，或者依法供养法。你送花匠，你先念金刚经来供养，你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来供养，这就深了，这就深了。假使说你发了心了，遇到任何因缘都不退心，遇到难缘生命失掉的因缘绝不退菩提心，心念不失。自己不会发现，那就念念吧，念念文殊十大愿，念念普贤十大愿，他们怎么发的，学着他们发。大菩萨怎么发的心，释迦牟尼佛最初没有成佛前怎么发的心。因此华严经善财童子走一个善知识那儿，说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。又走个善事，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，云何行菩萨行，云何行菩萨道，我发了心了，我不会行菩萨行，不会行菩萨道，请你教授教授我。善财童子到每一个善事都入世说，他带着他的身心来做供养，另外没有财物的，总的说来，我们的发心是以信，以你的智慧对待外缘的三宝境界，这得叫具足实德，实实在在的德行，道德的德啊，德行。一切世间的苦乐境界能够忍受，不把它放为意念当中，这种智慧心求大菩提心，就是求佛果，
大悲先度众生，不是上求佛道，下济众生吗？以悲心，广大的悲心，广济一切诸寒食。这样的发心，这样的求佛国。我们的平常就训练，这得培育啊，不是一下子发得起来的呀。培育是培育大悲心，见着一切受苦难的，见着一些众生没有成佛果的，见着一些众生还没有发菩提心想求菩萨道的，你应当劝他们。不要生狭小的下劣心，不要求自己了生死，总把众生摆在第一位，愿意众生了了生死。如果大家不会发，就像呢，大家读过那《地藏王菩萨》吧，地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，这是最大的了。我众生度尽了，我才成佛果。最苦难的是地狱吧？如果地狱没空的时候，我绝对不成佛。这个寺院最大的，最大的，学着发，学着发。咱们天天都念普贤横愿品。回着念观世菩萨普门品，看观世菩萨怎么发的愿，怎么利益众生。观世菩萨就是事，普贤菩萨是理，四理双融的，这锻炼我们的大悲心。我们大悲心，大悲心得有智慧，成长我们的智慧心。闻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就是佛所教授我们的每一句话，乃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所教授我们的话，让我们怎么样去做。我们现在做是没有这个力量，心力没这么大，可以随顺发愿。随顺发就像我们念普贤菩萨的横愿品时候，我入大家念心经的时候，看文殊菩萨、观自在菩萨怎么行道的。这都是发心啊，发心。发菩提心，想求菩提果，但是你得把世间放下。所以，贤首菩萨就教授我们：不求五欲及王位，富饶自乐大明称。咱前头说那个，要得，要发心。但是你得放下，你这头放不下，那头发不起来。放下什么呢？五欲。这个五欲是指着人天五欲。五欲境界长了你的贪心，那这个因呢，就是将来变成有财鬼，变成鬼道去了。但是有财鬼，不是恶鬼啊。求五欲，容易堕五道；不求五欲，我们有没有出家人发愿当王啊、当国王的呀？我就听到有，他想成。来世成果王，好有钱。
还想得大财富，发大财要趁多少业？还有呢，使我名声满世界，是求人天五欲。求人天五欲的过患是长贪心，求王位是长着嗔恨心。大家看看那个电视啊，我看看小说啊，那国王杀人太多了。但是这种五欲得到了，将来你是堕恶鬼、堕地狱、堕三途的。没得到还好，只是阴心，还没有果。还求富饶的，求富饶长愚痴，就贪嗔痴，贪嗔痴。说我广求自己成道，那是二乘因，得到声闻缘觉的果。或者求有大明成，大明成呢就是圣福心，要胜过一切。这都是三途境界，三途境界，出不了轮回，出不了轮回。前头那个是发菩提求正果，这个是啊，我不求，要看破。看破什么呢？五欲、王位、富饶、大名称，一切快乐自在，这个我都不求，都不求。我求的是佛果，佛果。这底下一共是有十种。如果你的心贪欲多，念念得住眷属，眷属也多，这就像那个，这是中品的施乐，中品的施乐，把这施乐分成上中下三品。这个名相要我耐心念念的得到名闻，名达四方啊，让人称扬赞叹你。但是如果是佛是菩萨，那不要你去求，人家自然就赞叹了。没有实德而想求这些个名称，这下品的实乐，要你的心念念的求五欲，求五欲，像趾高气扬的想当大人物，说讲的什么仁义礼智信呢？讲的善法，是善心所，像仁义礼智信吧。这是我们中国过去的五教的下品的善生，这属于阿修罗道。要你是要你的心念念心向世间的快乐，对你现在这个不净之身难住，以慈心妄想，这是贪耐心，痴心妄想，他跟男女关系了，男女关系了。这个要想断这个，求世间的快乐，这种善心所叫是中善的。要是念念知道三恶道苦。人间呢有苦有乐，三乐道是存苦无乐，天上呢存乐无苦，这六道就是这样，六道这样。那你行的是天道善，
咱们说人间所说大善人呢，那仅是天道，死后得的报呢，天道不。说念念的求大威势，大威势，身口意所做的都是有大威势的，总想降服别人，那你欲界主，欲界主所行的是摩罗道、摩罗天，念念欲得智慧、辩才、世间的啊高才荣败、十方显赫，说堕外道，堕泥前道，说念念练六尘五欲。被所盖的禅法，还有盖，但是这个盖是无盖那盖啊，得三禅之乐，发善心所，这是这个得的呢，是色无色界。要是心里头念念的了得善乐轮回，看着一些凡夫六道轮回流转，破这种乐得清净坏，这个清净坏呢就是禅净的智慧，这叫行什么呢？二乘道。二乘道说心在道，非特多，非呀、啊、就是不是处，很多很多，这个书抄上就举这么十种，举这么十种，让人去分辨。为什么举这些个？说这些个跟菩提道不相干的，千万莫发这个心。要你的念，你心念，不要念这些个，这些个都属于六道。要怎么样才对呢？但愿荣灭众生苦，利于世间而发心。常欲利乐助众生，庄严国度供养佛。受此正法修住自，正普提故而发心。于法即生已入世，至上供养而发心。深信于佛及佛法，以信佛子所行道。即信无上大菩提，菩萨以是处发心。前的是说不是的，现在叫你念念发心。发什么心呢？发大悲心。荣灭众生苦，是一切众生永远得到利益而来发心的。灭苦是大悲心，让众生得利益，利落一切众生身，这是乐。利落，利落是什么呢？大慈，悲能拔苦，慈能娱乐，有大智慧心，上供养佛法生三宝，上供就是供养诸佛，真正发菩提心，供养的是想得道，供养正佛是想成佛，为了正菩提，修持正法的来发菩提心，这才真正发菩提心。不是浅见的，要深信的，不但信，而且能够解。深心信解，常清净。这前头不是如是类菩萨在净行品就这样教授我们的。常时念念
恭敬尊重一切诸佛，不只尊重佛与佛所说的法，佛的弟子一切众生生宝啊，自诚供养而发心，这样发心的，这跟前头那个十种的六道轮回的相反的。深信与佛及佛所教授的法，以信佛子所行道，这是僧宝，常识敬礼恭敬佛法生三宝，也信他们所行的道，即信无上大菩提正等正觉菩萨，以是出发心，这是发心处，这才是发大菩提心。菩萨是这样发心的：灭众生苦，给予众生乐。怎么给他的乐呢？不是给他几个钱，给他一所楼房，那就是乐，不是的。让他止苦断际，悟灭修道，发大菩提心，利落一切有情，阴的时候就入要这样做，这就是显手菩萨说给我们四的十住的出发心住，诸位菩萨，诸位的菩萨一入住了，诸位的菩萨，这叫真正发菩提心，发菩提。只说发心啊，发心。就是具足佛种性的发心，那将来一定能成佛。所以我们心里，我们就用这段这个经文呢，验证我们的心。我们一天想过多少次，我要灭一切众生苦，我们这要有什么五百来人，四五百人一天的想灭众生苦，那这个世界上都起变化的，这是办不到的。要说自己发菩萨心能做到，让一切众生都发菩提心去，做不到的。十方诸佛就这样愿一切众生都要发菩提，都成佛。愿是指导自己的行的，生自己的慧的，目的是让一切众生解脱的，这才是把前头的信位才能究竟成就了。咱们上头所讲的四因四缘去选择，长时间入世思维，别的不懂吗？听不懂吗？你一天想利益别人，想帮助众生，一天你起过好多次这样心呢？这个自己该知道吧？想自己得好处，想自己脱离苦难，也好嘛，断烦恼嘛，那个断烦恼证不到菩提，只剩到二乘断见思惑，这一段意思啊，是说你的种性，我的佛种性善根具足，这是一个因，加这些三宝加持，加佛的教授，这就是缘。如果你的心时时念念的竟是这些个，
就是利益众生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都是四无量心，这是根本，根本的根本。再加上那些思戒引进禅、慧方愿力智、十度、十波罗蜜，这不是六度啊，做的是十波罗蜜，想的愿一切众生成佛，度一众生，心无杂念。无杂念呢，就没有贪嗔痴，没有烦恼，没有这些个。对世间上一切的利落，乃至富贵功名啊，财财利禄，一切都从来没思念过。思念的怎么样度众生，怎么样行菩萨道，怎么样当救大菩提国。如果深信佛所教授法的人，他一天所缘念的，一个是度众生，一个是成佛国，其他的没有。我们发心没发心，别人不知道，除了大菩萨有神通的，但是你自己知道吗？我们往往的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，你先心念念的想发利益众生的愿，想想就冤家路窄，就想到时候谁又对不起我了，哪是过去的事儿，现在的事儿，就想的是这些个，想自己怎么得好处，从来没想到别人。如果念念的想的都是众生，你就在行菩萨道呢，念念行菩萨道，念念行菩萨道一定证得佛国，这是必然的。怎能成就这些个呢？得记住有十种德，受苦了，遭到苦难了，能忍，忍是受的意思，忍受完了还生欢喜心，也想忍受那些有时的痛苦，这肉体啊，人的心智是无法忍受的。那假三宝的助缘，念三宝惯相，有些个不一定全部经文了，你惯相一句话就能得到享受的。当你受苦时候，想佛教授，假使热火罗于如顶上悬，终不于此苦，退思菩提心。一个火轮子在你头上永远这么转，这苦啊，这个苦难是不能忍受的，能忍受，能忍受，不以这个为苦，不要推辞菩提心，度众生比这还苦。这话大家可能够有怀疑了，度众生苦好像有能给人家，怎么还是受苦啊？释迦牟尼四现五百次做这个忍辱仙人，招苦能忍，生生死死惹到他人非礼相加，不合理的加到他身上。大家读金刚经，割礼大王割佛的身体，那一点一点割，那个痛苦不是一下子死，他一点一点的，他不死，
这个苦能忍受吗？其实这苦还不算，不是一生两生，连续相续五百次，就是五百生。这仅是一个了，只是一个了。就那些个大菩萨在修佛前、成佛之前，都要照顾这个苦难，对苦难能够忍受，忍受。咱们还一点小病，简单说，手上在外头劳动扎个刺，觉得感觉很苦了。或者把手上划破了，或者帮哪儿划破了，那感觉很苦了。一般的常病，头痛、脑热、肚子痛，啊，好多的病，好多的苦。这算什么苦呢？这小苦。说这个找苦能忍呢，是指大的苦难，生老病死。忍众生的恼害，就是慈悲，忍他的慈悲，就是慈悲给他。不报复，不嗔恨，不觉不起报复心，这就很难得了。这以慈悲心来对着苦难，所以他想法就不同了，观念不同了。庄严佛国度，修习助善根，利他及净土，想求生净土，庄严佛国土。这里的忍呐，可能大家不会理解了。庄严国土还要什么忍？我天天看我们小道友在那儿，还没剃头的啊，没落发的，现在劳动。昨天下午很冷。他们在那出那个废土，风吹得很冷。我不晓得我们这些小菩萨发愿没有，我想发愿的很少，我想很少，也许可能里头有，说我这是行菩萨道呢，我这庄严佛果洞，可惜他也没来听课，他还在外头劳动呢。他想过吗？没有好多师父参加劳动，建设我们普陀寺。在你劳动当中，你发愿没有？我这是庄严佛果道，高高兴兴的忍受。我们这有一帮小沙弥、小道友，有的刚受戒，今天刚受戒，劳动了四五年或者有五六年的，你发过愿吗？我经常提倡发愿，在你劳动时候，一边劳役发愿，我这是庄严佛果道，行的是佛，就是大慈大悲利众生，大喜大舍济寒时。想过吗？说学习跟没学习，你怎么样善用其心，关系非常之大的，就是成就可能差一千阶、一万大阶。一个发愿的，念念他是庄严佛果洞，行菩萨道，利一切有情，他念念就是这个，他做任何事都是这个，吃饭穿衣。屙屎撒尿睡觉，那读经拜佛，平等平等。一个是实际忍受，善用其心很难呐。我经常给我们道友，让我给他写字，我写善用其心。
大家把他轻易看了，他不会善用其心的。如果善用其心者，把这些事情都认为修佛的正因，成大菩提的正因。你所做一切，面面都在发菩提心。如果你没念呢，完全不是了，那就人间做点事而已了，那有啥报酬呢？没有。所以说啊，这人不错呀，做好事啊，你得到的呢？说一个发心，一个不发心，关系非常的大呢。还买个花，我们有个上个大供的时候，摆一桌子供果呀，供什么的，发心没有？没发心就是世间相，发了心就是殊胜了，那不可思议了。你受一句佛法，以什么心来受的？就是看你怎么样用心，就是善用其心。你普通的心受的，一个大菩萨行菩萨道的心来受的，所发的愿所想的完全不一样。修华严者，华严行者，就是修华严性的人，时时念念发的尽虚空骗法界的大愿，大愿不是那个事儿很大，就是你那个心很大，搬一块砖，搬一块瓦，这没什么好大吧，但是你庄严佛净土完全不一样的了，就是供养诸佛，求殊胜不可思议的法，看一众生身心平等，这是以法性观。我们经常说修法性观，说圆观，是圆观。亲近善友，把一切众生都看着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，这是你的惯例，并不是他是，你惯例作为他是。这叫身心平等。这很难很难。亲近善友，什么是善友？能够增长菩提行的，行菩萨道的，这就是善友。除此之外都不是善友。你跟一个二乘人说住山里修道去了，我自己要了生死了，这个不是善友。善友教你发大菩提心的，究竟得而多了三宝三菩提，这才是善友。了自己生死，就自己离苦得乐，不管一切众生的。这不是华严行者，也不是大乘行者，这不是达不到身心平等。亲近善友呢，亲近大菩萨发菩提心的，行究竟菩萨道的，常时利益众生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善友。对于善友要有谴责，谴责，常理鼓励你行菩萨道，发大菩提心，成就究竟佛国，由何善顺，依佛教导，要依佛的教导。有人问我说念一个咒
学密宗法的，是不是行菩萨道？我说那得看他怎么用心了，他怎么样念。就念嗡嘛呗咪吽，很普遍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念这个咒怎么样观想？想什么？问题在想什么？不是你念什么咒。我们带五台三的，大多数念文殊菩萨心咒，我二把它拿滴滴滴滴滴滴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好多受了灌顶或者念一个咒受死，不知道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那叫愚痴，不是智慧。文殊菩萨咒是加倍我们增长智慧的，是消一切罪恶的，增长一些智慧的，是身心平等的，是四无量心的，咒意含着很多的了。所以我们要亲近善友，心肠柔和，善顺依着佛的教导，绝不违背佛的教导。很多佛弟子做的跟佛的教导是违反的，这不是犯戒啊，可不，这个违反不是跟他犯戒是这样的。佛的教导，每一个众生要成佛，发菩提心，成就究竟的菩提佛果，不是让你断烦恼了个生死，把自己得好处就算了的，是让你利益众生的了。不然你怎么报佛恩呢？最重要的是耐药大成，耐药大成，心地永远是平等的，这样的发菩提心，这才叫发菩提心。讲这些个分析方法，只是分析，总得说发菩提心，那你要记住发菩提心的德，一定要善用其心。如果不会发，把普贤行愿品念一遍，就把梵恨品念一遍，最后你念一遍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普贤恨品，你就知道发菩提心了。怎么样发？怎样得？经常的观想，跟一切众生平等平等，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。换句话说，一切众生都有资格成佛。成佛都有资格。而中间过程当中那就不同了。我们经常说凡小凡夫小乘人，连一切众生蚂蚁老鼠都可以成佛，那些凡小凡夫二乘圣人他不能成佛吗？都能成佛。不过发大心行大乘恨成就快一点而已，时间缩短。我们自信本具的，但是没把它发望出来，还没发心，你不能轻视它。一发心的时候就成正觉，只要他把他那个心善用，依佛的教导，
理解大乘的含义，这样子平等平等，我们经常念烦恼无边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凡属于烦恼的，凡属于迷惑的，我们一定发愿要把它断。你天天发愿断，你现在谁也没断，他总有时候要断。如果你连这个断的愿没发，你天天去追求烦恼，那就麻烦了。那麻烦到什么程度呢？你永远也出不去，人家都成佛了，你还当众生，你还在烦恼，这样。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认为是烦恼，还不知道什么是烦恼。你要认识他了，他就害不了你了。说这是坏人啊，我认识他，这人是很坏，我躲着他，我不惹他，我不跟他来往，他就坏不到你身上去了，就怕你不认识。你知道烦恼了，为什么还找烦恼？问题就在这儿。可以说我们在座的道友都知道是烦恼，但是天天要烦恼，没有事他要找烦恼，心里无缘无故的把过去事又拉来想，想了又烦恼，对，未来的事还没来呢，他就筹划呀计划呀，我将来什么事又烦恼。烦恼都是自己找的呀，另外没个烦恼啊。过去生所做的业，那个业不消失，他经常跟你作祟，所以你就烦恼了，烦恼了。但有时候你观一观，烦恼怎么来的？都想断烦恼，烦恼是什么可断的吗？根本没有断什么，是你自己找。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你另外要问一个，好比你烦恼了，哎，这烦恼怎么回事？我找找它的根子，谁是烦恼？什么叫烦恼？你找不着的，你一找烦恼没有了，就你找。生念去找烦恼，这个念它就是智慧，你找啊烦恼没有了，你找不着。妄法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叫虚妄呢？虚妄不是真实的。如果说咱们看华严经，为什么不能够理解，不能深入，不能证得，什么原因？那自己坐这儿的观想一下，为什么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含义有好深。往往一句话，咱们最简单给它加个标签，都用十个解释。这一句道理，你能用十样来解释，分析把它分析，分析来分析去啊。原来这句话不存在了，没有了。一切事物都如是，你要用智慧来分析、来判断、来理解，渐渐的嘛就能进入。进入了这个时候，纯善了、无讷了，念念的都是利益众生。念念想度众生，其实度众生也是度自己，自己就是众生一份儿。当你因为行大悲去救别人苦难，实际上就是救你自己的苦难，你自己也入世。大家好好观一观吧，你想想，看着别人苦，实际上他那苦
你也具足的。如果你现在很富有，你看见贫穷很苦，但是你观来观去啊，你也是很贫穷的，那得换个位置。换什么位置呢？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幻化不实的，根本没有。你的财富、你的名闻、你的利养，它会随你肉体消失而消失。他现在虽然是苦，你看见众生是苦，他不认识，他认识了就不苦了。苦乐没得标准的了。咱们古德寒山拾得，这文殊普贤，天台山果敬寺有三圣殿，三圣殿就是拾得、寒山、风干。风干是阿弥陀佛化身，寒山拾得就是文殊普贤，三大寺，三大寺那个殿。你说这三大寺是苦是不苦？世间的穷，世间什么都没有，究竟清净，世间的这种道理啊，叫我们去观，观就是思维修，思维修就是开智慧，开智慧嘛，就是跟文殊菩萨的大智相合，对，就是善用其心。善用其心，这个心我们可以把它解释到是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欢喜都可以，就是这个心。我们把这个心的它的智慧德相把它全部的开发出来，那你的烦恼自然就没有了。哪还有烦恼呢？烦恼即菩提，就是一变一转，烦恼转成菩提。现在我们呢是把智慧转成烦恼，诸佛菩萨呢是把烦恼转成智慧，啊，我们呢是把智慧转成烦恼。但这个问题啊，那是要经过相当的思维，是惯了之后，你才能认识它，才能找着它。好，这个问题下回再讲吧。下回我们讲的三心菩提、三观菩提、四弘誓愿。当代佛门奇宿，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？
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